So, ja, das steht so gut, wie ich halt auch hier.老公，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薇薇，你别看她年轻啊，人家现在可是雨果的商务总监呢。是吧？接下来呀，想跟咱们盛海影业合作。马总好。哎，坐吧。我们前两天见过。啊，今天呢就是便饭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集团的李总。我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，还好吧？还好还好。来吃饭。好嘞。院线吧，其实对于集团来说，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业务，但是对于宣传这个角度来说，是最重要的出口。从你们商务这个角度来说，如何能够成规模的、有创新形式的融合，你们应该多思考。是的，马总，现在这个合作形式啊，还是过于传统了。这次呢，多亏了阿林、雨果跟盛海能够搭上线。如果能顺利开展合作的话呢，我们是想在合作内容还有合作形式上面多一些新的思路。我也会紧密跟阿林沟通的。她现在怀着孕呢，我其实不想跟她折腾这些事儿。老公。你也知道，我这儿闲不住嘛，我就是去学习的。现在都几点了？哎，有点堵车吧。哎，孕妇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哦，哎，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见过见过，就在酒吧吧，对吧？嗯嗯。酒吧，喜欢去酒吧，这业余生活挺丰富啊。没有没有，我平常不去呢，上次是陪朋友去，巧遇。小马肯定喜欢呀，年轻人吗？嗯，你也挺年轻的，最近不方便去吧？那你可得跟这个姐姐好好学习学习，怀着孕一点不耽误。哎呦，那我可学不了，我现在最重要就保证她的健康和安全。还有我们马总的健康和幸福，哪有时间去享乐呀？你尝尝这个，老公，这个菜蟹可是刚下的，是最嫩的。哎哎哎，你能好好说话吗？好好吃饭。这里面有叶绿素，维生素含量可高了。现在咱们要注意养生，老公。知道。吴洛，嗯嗯，盛海院线这段时间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都正常运营着呢。屏幕的商务代理，合作公司定了吗？啊，最近正在跟众星过合同呢。您放心，这个我亲自定。我听说想买我们屏幕的，不只有众星，其他公司也有这个意向，是吧？啊，对。价格和方案比对过了吗？不是，众星的价格和权益都非常合适，会让大家都很认可呀。会上是会上，大家是大家，你的运营想法呢？我就是觉得不错呀。
不错在哪儿啊？哈，行了，老公，不能总那么苛刻，不能总拿着你的要求去要求如龙啊。那如龙毕竟是个新人嘛，很多东西他还得慢慢学。爸，那我就再去比比价。你不能总是说一步做一步，要举一反三。以后这块业务，莫林也参与进来一起学习吧。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来学习？莫林，你把你的运营思路的方案发给他。好的呢。交给你这么久了，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楚思路。马总，您这交给我多久啊？我总得有学习跟适应的时间吧。现在您是什么意思？让他进来，那是他来管我呢，还是我去管他呢？你对你的经营很满意是吗？我也没说满意。不满意就虚心学习。进公司多长时间了？把手机放下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您不是让我好好学习吗？他给我发一 PPT， 我看看。你给我看过一份 PPT 吗？你思路捋清过吗？哎，就这，你找谁帮你弄的呀？上哪儿抄的呀？我网上随便找一个模板一套都比你这好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一个月之内，你们两个人给我搞出一份最新的方案。我如果不满意，你们谁都别干。老公，你别生气啊，老公，老公你别生气阿姨啊，要不要把这些菜先热，那个放一放啊？这几天真是没白忙活，深海大屏的事儿八九不离十了。真的，就是薇姐出手肯定行。哎，这大家的功劳。姐，我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去我办公室说。哎，是不是要跟我聊入职的事儿？啊，就要说。哎，你坐。这是我家里人跟我说了，等这批新员工的资料一起下来吧，然后做个集体体检，差不多就八九不离十了。怎么了，姚总？我们家的情况您也是了解的，最近家里有点事儿需要用钱，正好我一闺蜜的路子说是可以办商业贷款，我原本想着用身份证就能办，就是想增大点额度，审核身份还需要一个在职证明，我怕我试用期人家不给我贷，所以咱们这边能不能提前给我办个转正啊？这波新员工应该也没有那么快吧？您要是特别为难的话就算了，只是这批贷款我姐妹儿可能给我留不了这几天了。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叔叔阿姨身体还好？他们挺好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是我跟我老公，我们那
我想想办法吧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吗？谢谢啊，姚总。你也别谢我，你能提前转正也是因为这个月你的表现还挺不错的。工作完成度高，学东西也快，这一次盛海大屏的事也是多亏了你帮忙。就好好干吧。